那我打到这边了，现在大家看到是我们来到荔枝地这边，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时候咱们要打这个包谷药，第一次包谷，就是有这种小的粒豆大小的时候，咱们打第一次包谷药。咱们打的话，打这个阿是地，阿是地的话，我们是1克兑水是600到800精水，后面再加一些氨基酸、葡萄糖，也可以加一点硼砂。防止它这个，对，还有加一些叶面肥嘛。叶面肥的话，比如那些海藻肥呀、磷酸二氢钾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补充让它鼓，防止生理入骨。然后咱们也加点那个杀虫药，杀虫药的话打的是荔枝春跟地猪虫，咱们打的是高效利青、栀子或者甲维炎、二味菌素这种，或者那个利苯甲酰胺。地冲苯甲酰胺或者你还可以加一点保果的那种什么生多素啊、荔枝保果素的那种，也就是说赤霉素、赤霉酸、云台素、内酯按它那些说明书来就好了。一般是3毫升吧，15公斤水应该是这样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样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冰狗。